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缺啊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庄园里面的皮肤可以说是多不胜数。本期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最好看、最可爱的五款女性求生者皮肤。第一款，机械师的联动皮肤左窗双眼。有时候小缺会觉得，联动皮肤在某种程度上都比原造型的皮肤好看。而左窗双叶这一款呢，可以说是深深的虏获了小秋的芳心啊，成功的让小秋刻了328个大洋，可爱指数爆表。第二款，盲女的甜心蛋糕。其实盲女的大部分紫皮以上的皮肤都是非常好看并且还可爱的，只不过呢，由于盲女的机制问题导致现在出场率不高而已，可爱指数满天星。第三款，调香师的猩红新娘。新娘作为上一个赛季大家爆肝的一款超高质量的紫皮，除了良心之外，重点是好看的一批，并且还是错过了就会后悔的那种。所以你有没有拿下这款绝版紫皮呢？好看指数爆表。第四款，奶妈的雨中曲。奶妈的存在就是可爱和萌的代表，因为无论是奶妈的什么皮肤都会让人觉得憨憨的，所以看上去会感觉到非常的蠢萌。而雨中曲呢，依旧继承了这一点，上榜理由就是展示夜的闪亮舞蹈让雨中曲脱颖而出，蠢萌指数爆表。第五款，空军的黑天鹅。有多少人是用当时的紫皮卡兑换了这款黑天鹅的？小秋认识的已经有不少了，所以仅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黑天鹅绝对是当时大家首选的一款最好看的紫皮之一。而事实上呢，也确实没有让大家失望，值得入手，好看指数满天星。以上就是小秋个人认为又好看又可爱的五款女性皮肤，大家最喜欢的是哪一款呢？本期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